鬼谷子，百合第一。月若击鼓，圣人之在天地间也，为众生之先。管阴阳之开合，以明命物，指存亡之门户，筹策万类之终始，达人心之理，见变化之阵焉，而守思其门户。故圣人之在天下也，自古及今其道一也。变化无穷，各有所归，或阴或阳，或柔或刚，或开或闭，或弛或张。是故圣人依守思其门户，审查其所先后，夺权良能，教其技巧短长。夫贤不孝，智与勇怯有差，乃可摆，乃可合，乃可进，乃可退，乃可贱，乃可贵，无为以目之。审定有无以其虚实，随其事欲以见其志意，微排其所言而百反之，以求其实，实得其旨，和而百之以求其利。或开而视之，或合而闭之。开而视之者，同其情也；合而闭之者，异其诚也。可与不可，明审其计谋，以圆其同意。离合有守，先从其志。即欲百之贵周，即欲合之贵密。周密之贵微，而与道相追。百之者，料其情也；合之者，结其诚也。皆见其权衡轻重，乃为之度数。圣人因而谓之律，其不重权衡度数，圣人因而自为之律。故百者，或百而出之，或百而纳之；合者，或合而取之，或合而去之。百合者，天地之道；百合者，以变动阴阳，此时开闭，以化万物。纵横反出，反复反舞，必有此矣。百合者，道之大化，睡之变也。彼欲审其变化，吉凶大命系焉。口者，心之门户也；心者，神之主也。志意、喜欲、思虑、智谋，皆由门户出入。故观之以百合，志之以出入。百之者，开也，言也，阳也；合之者，闭也，默也，阴也。阴阳其和，终始其义，故言长生、安乐、富贵、尊荣、显名、爱好、财力、得意、喜欲为阳，曰始。故言死亡、忧患、贫贱、苦辱、气损、亡力、失意、有害、行路、诸法为因，曰中。诸言法阳之类者，皆曰始。言善以始其事，诸言法阴之类者，皆曰中。言恶以终其谋。百合之道，以阴阳示之，故与阳言者一崇高，与阴言者一卑小，以下求小，以高求大。由此言之，无所不出，无所不入，无所不可。可以睡人，可以睡家，可以睡国，可以睡天下。为小无内，为大无外，
逆损去旧被反，皆以阴阳御其势，阳动而行，阴止而藏，阳动而出，阴隐而入，阳还中阴，阴极反阳，以阳动者德相生也，以阴静者行相成也，以阳求阴，包以德也，以阴结阳，施以利也，阴阳相求，有百合也。此天地阴阳之道，而睡人之法也，为万世之先，是谓元方之门户。